OK， Light， 喂哟，高手来啦！真牌，真牌，我操！我操！我操！这个大手子，这个绝对是神，就只跟你玩满的，这个是。怎么说？直接评级？评级吗？评级 S 加起步。对，直接是三个加。S 加加加加满，就看他能标记几个人。就他的评级是按照对手来的，就对手越 crazy， 他的评级越高。刚那个对手他已经拉满了，他是第二天出三人出的，两把都是。对，没问题。Knight 绝对的国产中单真神。评分，经理评分。佛佛，对哦，佛佛也是高手。哎，看见没 ？EDG 的成伤永远都是顶级成伤，每个人都成伤是最好的，就绝对不会被人打的。佛佛的话，叉烧教练可以说话了。对，怎么说？今年他的版本啊，就这个究极一号位打法。OK， 打团队友先上，他最后一个去收割，然后前中期就一直发育，队友帮他拉扯空间。对，所以我才感觉杰杰打的巨猛，杰杰跟 Mako 巨猛，就两个人要做三个人的事，真的有点猛。啊 ，OK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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的事，没事。那峰峰后期能不能做回来他的事情，做回来他们的事情？对，后期会做回来。没有的话，成绩不就很差了吗？对，后期会做回来，没问题。这个肯定没问题。前期队友帮他顶，也是 S 加起步，对 ，S 加没问题。有没有三个加？应该一个加二差不多吧。哎呦，神又一个神来了！又一个神来了！我操，兄弟，不是这，我操，太夸张了！带鬼，这个是带中带，中野通天带，有带是 S 加起步，有带强军机大第一名，经济第一，我又杀人，我又输出，我又吃经济，我什么都干。求你了，只要中单干的事情我全部干完。不要啊，求你了，纯粹的代练。怎么说？直接评价。只要中单干的事情全部干完。S 加加加加加。S 5个加，他有五个加。直接，对，直接评分。哇，小虎。等一会儿，这好像是我第一次看到小虎的数据这么好。我操，他不是个盾牌。哎呦，他这个是看到小虎的六芒星长这样的，兄弟，他这个是火鸡蛋。还记得我之前看小虎的六芒星吗？之前我们看小虎的六芒星像蝌蚪，兄弟。哦，对，他这边是个钻石了，已经。对，小虎进化了。感觉挺不错的，真挺不错的。主要他在微博季压力也很大，对，他在微博季是压力也挺大的。他把微博季翻盘进攻机，他把让别人印象太深刻了。哇，小虎，我跟你说，他在微博季这个赛季打了很多翻盘局，就几乎翻盘局都是小虎先发力。他找机会能力太强了，对，这赛季真的。S 三个加。确实，小虎他有辛苦费，辛苦费对，绝对有辛苦费，辛苦费太多了，兄弟要拉满来了 ，BDG 唯一的正常人，牙膏辛苦费要给十个加这个辛苦费，对，要牙膏要给100个加辛苦费，要拉满牙膏的辛苦费，常用英雄居然会有加里奥，你看辛苦费。对，他妈没办法，这队友玩的那些英雄不玩加里奥跟不上，他妈上路又要我去，下路又要我去，老子一个 TP 去上，然后一个大再去下，然后给我把死亡游走。对，然后打野也要我去啦，哪里都要我，老子中路对线跟别人怎么对啊，只能 A 兵 A 了就往打野那边走。他最近的比赛玩 LGG 也很能 C， 对，还可以。牙膏是这个。这个面板其实看了没什么意义，他确实太猛了，他那个队友很需要他。一保四兄弟，对，纯粹一保四牙膏。S 十个加有九个加都是辛苦费，对，没问题。91分，
喂呦喂，真是又一个真神，真正的神，一个真正的man。这个是，这个是真的猛。看一下他的分均经济以及他的分均输出。对，我不吃钱，但我要 carry。我不吃钱，但是输出，我绝对给你打满。这就是我肉坤，太猛了，说实话，厉不厉害？我把钱给你坤哥，输出也满。对，钱又不拿，顶级不吃经济的神兄弟，英雄持有够，对，哇，疯狂！哪怕他这个分均经济是凹进去的，他的数据都是完美的。对，85个加，86个加，86个了吧？这么多吗？对，直接给他点最满。OK， 就辛苦费有很多。对。看一下评分，98，不止，198。OK， 哦，哎呦，怎么和小虎的长差不多啊？对，他去了安吉被改造了，他装饰还大一点，被改造了，变成小虎。EDG 改造上单，RNG 改造中单是吧？哎呦，安九的数据还可以啊，是不错。安九的比赛的画面感觉没有这个数据好。嗯，就比赛画面有时候好像不是个感觉，原来是这样的吗？就是感觉很抽象是吧？有的时候，有的时候好像不是很适合，但是嘛，数据好像是 RNG 的中路没错。啊哈哈 ，OK， 不过还行。安吉拉需要更多的磨合，好吧？我来评分。需要沉淀。对，安吉拉需要沉淀，需要顶峰相见，需要感谢教练。OK， 需要沉淀。OK， 先来个 A 加吧，让他沉淀一下，好吧？很中肯吧？